两个月吧，两个月以后你会很明显感觉到，哎，他的一些原本我觉得他协调能力的东西是有很明显的提升，就是慢慢的他变得比较有耐心，他虽然还是会生气，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时间有延长，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一不会他就丢，一不会他就丢，然后他愿意再做一次这样。其实我觉得只要再做一次我就觉得他有进步。